First blood. 砍招！我们打个大头啊！没带魔抗，哎呀！我以为上路是盖伦大头辅助呢，给我整个盖伦辅助。你盖伦辅助有什么好抢的呢？严阵以待。前期二级之前，我们打的应该是不太好打。先学个一盘。上来我也没去拆他的炮台，没想到吧，二级啊，我又回来了。把兵清了，大头就是依赖小兵，知道吧？哎，把兵线拖回来。打大头的英雄就直接就开 E A 接运 A 接走位啊，他学的大炮那就没事了，突然来点再点盾还挺折了，我先开 E 然后接个闪现运。控一波线吧，把线控在这里，看看这个大头炮台哪还有啊，把它拆了算了，这就把它拆了，浪费他一个那个小扳手，那叫什么玩意儿，小螺丝，打这玩意儿应该得主 Q， 不主 Q 我们不够灵活，不够灵活就追不上他。清他一个，放一个我清一个，放心，今天你放一个我清一个。哎，我看你能有多少个，你就给我送钱吧你。他只要不放炮台，他就压制不了别人。放那儿了，我再给你清了。拜拜，没有续区，他只能平 A 我。这个不行了，这个炮台我上去拆，我人可能会没喽。人马来了，怎么叫人呢？这哎呦，这来个人马，属实是挺讨厌的。我看看到底我要不要出破败先啊？我觉得破败有点脆，不合适。我可能不能出破败，咱们得出耀光加个红宝石能行。破败不行，有点脆。嗯，对，让他把线推过来啊，挺好的。我又回来了。哎，挺好的。
让他把线儿推过来，他回家回的越慢，我们越赚。啊，据说现在已经爆炸了。出招吧！把他们也算上。他确实炸了，是不是？晕一手，轻一点啊！一会儿他过来，我们得杀他了。他死了，这没办法。A W 跳上来，晕住，开大招，锤，锤。三二一，哎，这有个盾，哎呀，我差点给忘了。走了，这怎么还带点盐的呢？点盐人马呀！我靠！哎呀，我服了呀！我的兵线呢？严阵以待。我寻思大头也没点盐呢，这一个带点盐的人马，属实是没见过，你知道吗？打野带点盐。行吧，出招吧！把大头没杀了，确实有点难受。人马上单带个点盐，这倒行；打个野带什么点盐？出招吧！哎呀，你大爷的！别急啊，这波可以杀。这个虚区 A 没 A 出来，这有点令人难受了。怎么一杠三了呢？不应该啊，这大头为什么二幺二了呢？现在该我了，这不是在开玩笑呢？下波大头有金身啊，等一等，稍微。还有谁？银马来那两波挺烦人的，银马那两波把我杀了。你可别走啊，这波我看你怎么跑嘞。哟，痛痛痛！严阵，那个老破玩意儿还被瞎当了。我需要几层塔皮，那人马可别来了，行不行？让我吃两包冰，行不行？
打个三项出来，又来了！哎呀，我的亲娘嘞！别有大，没大就别追了，没大还追什么玩意儿？出招吧！给我砍死他！有两剑圣。大头怎么又收个人头呢？没事，大头值钱了，在这儿等大头。没想到吧？还行吧，我们十二分钟三项也可以接受。我感觉我都不用理这大头，真的，你说我理他干哈？不是，我没打他人呢。哎，我没有打他人，为什么这塔会打我呀？你也太猥琐了吧，大哥，那里头也没有眼儿啊。我的天哪，这波的大头他得把雷用了，他不用雷我杀不了他，而且他有金身，试试啊。还行还行，还行还行，可以接受。下路传来捷报，快走快走啊呀，我一血塔呀，快走快走，银马来了，快点跑快点跑，银马肯定来了，百分之百来了，我们赶紧溜啊。把他们也算上，银马在下路，不，银马在这，在我这，银马我再补一会儿，银马指定得来。好，大头可以杀，减速，哎呀我的妈耶，我这彩拳没回上来血，我的凯旋没回上来血，哎呀有点烦。凯旋回上来血还行，这样来。我打大炮台不行，刚才打炮台打不死，你没看那炮台回血吗？那炮台我打了两下，我发现打不动，算了吧，不能打了。我们主要是不是主 W 的，你知道，我是主 Q 的。
我这主 Q 呢，他就其实就伤害就不是那么很高，他比较的灵活。像个人呢、啊、这人马呀，太讨人厌了这人马。给我守波塔吧兄弟，守波防御塔，塔别掉就行。这塞拉斯怎么打人不掉血不掉血呢？先来一双水银牌，你别走啊，人马！今天咱俩指定没完。别走，这波你别走。我们现在不算太厉害，我得再升两级，13级，我们就无敌了。来波中路啊，这波我们可以收割，走过来兄弟，这波我要收割了，别怕我马上到。哎不是，这大头这个无效法球咋这么猛呢？这个小龙几条？可以拿一条小龙试试吧。哎呦，950，1000块钱，我们发财了，起飞！砍死他，漂亮！1000块，哎，给个红吧。给个红吧。我现在拿红无敌，给个红吧。跟小黄毛好好商量一波啊。因为刚才小驴人给了我950，所以我们这波拿红就无敌。好，去下路带线。你们大龙，没有人，我去下路带线。对面想团就让他们团，没关系，我现在一个打俩应该不成问题。先等一会儿啊，先别带，这波带了队友也做不了事儿，所以我们带了没有意义，先走一走。
等一等，看看几个人，等队友到位了我们再上。哎，不要自己去带去，过来把盖伦杀了来。我家这无效法球咋这么多呢？啊？是个辅助盖伦，还整个三项，脆的跟个籽儿一样。这波队友指定是打输了啊，100%输，不可能赢，所以我们就赶紧推。呀，打赢了，不是吧？猛啊，剑圣！我都已经做好了，就是这波必输的准备了。我寻打输了，俺们换个高地也挺赚的。拜拜，打个红，把他们也算上。艾伦会不会从这儿走？瞅一眼啊，应该差不多。留个 Q 的蓝，看看小驴人搁哪。好，小驴人搁中路，我们继续踩。严阵以待。来人了，撤！他打不过我们，没事，先把盖伦杀了啊！呀，打完就没出来，哎呀，我这正义必胜，打了我们600多。女警点了我一枪，我就死了，就一枪，我把盖伦杀了，这波女警也得死。我们就双杀，那女警没啥装备，你知道吧？哎呀，打了我600多，呵呵，这一个大，我的天哪！654。小龙得来一波了，兄弟们，其实给了也行。实在拿不着也就算了，就不要了。哎，这可以打，可以打，可以打，可以打！这波我们这收割了，兄弟们！家伙，给我上，兄弟们！慌了，这，哎呀，这怎么能没打过呢？哎呀，带了一波小节奏。你看这游戏奇不奇怪？我们不在正面的时候就能打赢，哎，我们一在正面的时候就打不赢了，也不知道因为啥。你说奇不奇怪？我不在正面的时候，剑圣就把他们全杀了；我一在正面的时候，剑圣拉胯了。所以我们还是单带吧。谢谢卡诺夫的飞机，谢谢卡诺夫。刚才这波他们保护女警保护的有点好，女警没杀了。出招吧！没有我能赢，有我就打不过。那我是内鬼呗？你那意思是？
天哪，吓死我了！严阵以待。带线牵制啊，让对面的大龙 buff 没有用，让他们大龙 buff 没有用。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没事，那银马等一等呢，让他上，让对手守塔啊，我们不去了。这得回家了，回家他妈机器爆炸了，这怎么上啊，兄弟？等队友死活啊，等队友复活。还行啊，小黄毛活了，这也守不住了呀，这亚人得一波了。饶都没吃，这么地儿吧。啊，长点心的要没啥包里。